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听觉艺术工作室。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款木宁家的最新产品 A2 主动式拾音器。它是一款双线圈加麦克风的主动拾音器。我们先从它的外观开始啊。首先，它的外观是采用的拉丝工艺的金属外壳，它的这个三个面，正面还有两个侧面，它都覆盖了，而且是连在一起的，非常的精致。好，我们来现在来测试一下它的磁感模式跟麦克风模式分别是什么样的音色，然后这两个音色叠加之后又能获得什么样的声音。我们先从这个磁感模式开始。好，我们现在打开麦克风，关掉磁感。好，两个一起打开。我们再来试一下它的扫弦，先用磁感模式。好，麦克风模式。两者叠加，好，我们现在已经听完了这两个模式的对比以及这两个模式叠加之后的音色。我就觉得像这个磁感线圈磁感模式，它非常适合在现场演出用。我就建议是现场演出的时候麦克风不开，因为麦克风的灵敏度，我觉得这个麦克风的灵敏度是相当高的，它的品质是相当好，所以呢我觉得可以关掉它，然后在现场只用这个线圈的磁感模式。如果说你在录音棚里面录制，你需要还原度非常高的音色的话，我建议是你可以打开全开麦克风，然后线圈根据比例去增加它。我觉得这两者的叠加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录音效果。好，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谢谢大家观看。